世界按下静音，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。现在时间早上八点，丽泽工业区的渔产加工厂正涌进一群赶着打卡的上班族。听见这个声音，就能感受我们的爱。Love Radio FM 90.3，罗东电台。请你走向自然，在被浪推脱的关怀，来自海洋平原的爱。Love Radio 90.3。